自从叶师傅被偷袭，正在医院治疗后，坤坤表示，下一位被偷袭者有可能是黄师傅，也有可能是方师傅。至于到底是哪位师傅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的扮演者一定是你。十三姨，我要背水一战，你保重。非打不可了。大师傅，一山更比一山高，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？干嘛？Yeah.